寒夜烧酒香，能够为大家服务，就是我们的福气。福气啊，福气！距离金钟倒数五天，荣登节目入围名单最大赢家的吴宗宪坦言，今年心情特别紧张。我好怕，谁说不怕？哎，你入围一项啊，没得，没得哦，来参加。破格啊！破格，破格，不是啦，不是举例而已啦，那没什么，对不对啊？那五项，五项干归。与女儿吴珊如以小明星大跟班入围综艺节目奖，另外综艺玩很大与综艺大热门也都入围综艺节目与主持人奖，创下他的最佳纪录。我个人来讲，我能够有这那么多项的一个入围，我的人生夫复何求？我已经非常感谢了。女儿吴珊如还与黄子佼共同入围益智级实境类最佳主持人奖，父女档是队友也是敌人。对上了这个家父哦，他也马上传了讯息给我说：“你敢跟我抢？”然后我想说：“哇，这个人真是胜负欲好强哦。”是啊，女儿得也是开心啦。我们这个大家以前就讲了一句话嘛，这个。演艺圈里面，我们谁入围谁得奖，我们谁都开心。女儿双料入围，看到父亲眼里以她为荣。金钟节目爆点多，主持人黄子佼力邀吴珊如、露露串场演出。这个 Sandy 会一起，哎呦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会很精彩，很好看。哎、到时候一定会在台上变成一个擂台，直接在那边对。你应该是拉Sandy 是大闸蟹。露露预告金钟表演很有看头，三人将首度合体，想必又会创下收视高点。记者陈嘉伦、林玉涵台报道。